没准就不是我孩子。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让我认，一个小时了还没让我进去认一下。关键那个人大的领导来了，说他刚接到这个通知。齐齐哈尔在干什么？龙沙区在干什么？我们八点问教领导，你在干？人告我们抢救。领导，我说的那句话，五点哈尔就没了。我说的那句话有没有一句无理取闹？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？我们是公安，我知道，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。区里领导的，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。谁？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里边有这么多教育局的、政府的。刚才就我进去之后，马上一个政府的女同志给我进去，她不是去帮助我跟医生沟通的，她不是，这好几个家长都在那，她知道过去干什么，她看到我们要干什么，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，这也没错。但是你们是不是应该沟通，跟医生沟通，让我们家属是不是得知道孩子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是第二个告诉我孩子的，送完又没有送，你这多长时间？六点多，十二点了吗？这六八点半你告我抢救，现在写着五点就没了。你们玩这都在干什么？医院在干什么？政府在干什么？就公安在这儿维持秩序。出这么大事，领导没有一个时间。医生，是医生就没了。有事那领导，医生也不值了。就死几个人呗，能算大事？你们往出发。